靳东、胡歌、王凯因伪装者而联系在一起，闵家兄弟之间的友情也一直是个谜。3月13日在上海举行的2018电视剧品质盛典上，靳东和王凯均带着作品盛装出席。只见凯凯身着绿色格子西装亮相，大长腿十分瞩目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啊！闵家兄弟再度同框，台下一见面就热情拥抱。后来靳东还把江疏影引荐给王凯，三人热聊好久。聊到激动时，靳东把手搭在了王凯的肩上，看样子两人的关系很不错，期待各位更优秀的电视作品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